那为什么屁股它后面的时候，它会比较稳呢？一般来讲，有时候它前面阻力很大，它就顺着水这样流过来。那我们也希望说，它能够站得稳的话，它石头有一个向下压的力量。它能够向下压，这样石头才会站得稳。那如果要向下压，那有个小技巧，我们就把它稍微抬高一点点，把它抬高一点点，大概是15度的左右。
留下来哈，它就能够比较向下压的力量，这样子它的石头在石器里面就站得比较稳，比较不会被冲走。如果我们要用石头去创造一些它的水环境的话，这样的话方向就很对。OK， 好，那现在知道了石头的方向，我们现在回到河川里面去，好不好？哦，那河川里面的水流过去的时候，可能它遇到的阻碍可能有几种方式，可能它遇到的面对是一个直线的一个阻碍，就像我们的一个拦水链啊，直的啊，有可能会啊一个微笑形状的这样的一个的东西啊，可能是微笑，也可能生气啊。那这个水经过这些东西之后，它的方向都会改变啊，都会改变啊。那我们现在先想想看，哎，可能会怎样改变呢？待会可以请大家去想一想，好不好？好，第一种情况就是水经过一个很平行的一个阻碍，比如说我们的取水链一样，或者说一个水链一样啊，那水这样流过去啊，通常就像你爬过雪山一样，它只是变慢，它只是变慢，它并不会改变它的方向，好，它就是这样流过去的，没有方向啊。但是有趣的来了。如果是长这样的形状的话，请问水怎么流？有没有现场的我们相信能够帮我们想想看？往哪边？往两边？为什么要往两边？啊？是往这两边是不是？这两边？啊、哦，这两边。啊、哦。还有没有其他的？那就是可能也会往这边，对不对？可能要往这边吧，啊，对不对？可能有两种选择嘛，一个就是往外逃，啊，还是往里逃？啊，其实你可以把我们这边有四个，有五个箭头啊，就当做五个人在走路，好不好？手牵手走路，啊，走到这边的时候，就像两个三角小孩子玩游戏一样，走到这边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阻碍，对不对？这边人走不动，这边继续走，请问水会怎么样？五个人走，这边不能走，这边还能继续走，是不是一样？这边他这边会慢一点嘛？他这边还在走，那水会怎么走？这边继续走到这里停住了，变慢。他这边走到这边还是走很快，所以会怎么样？会转弯嘛？他走不动，他知道转过来，对不对？所以怎么往那边走？那提示够明显了吧？往哪边走？往中间走，因为这边走不过去了嘛。或者变慢，拖累了其他人，对不对？他就大家首先走走啊，走到这边来之后，这边就开始弯过来了，对不对？就这边一样弯过来，对不对？所以水经过这样的一个形状的一个这个，等于是石头也好，或者说一个建筑也好，它就往中间靠拢，往中间靠拢。那这个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因为它如果水往中间靠拢，它比较不会往边跑。那旁边可能都是我们的什么田地呀、啊，或是我们的农地呀、啊，对不对？甚至我们的住家，那水再往这边流的话，它就会在这边产生一个好像集合在这边，然后就会在这边产生一些冲击。这边的话相对变少，所以你的田或者你的地哦，就比较不会受到一些折损啊，比较不会折损啊。反过来讲哦，待会再讲啊。所以它这边慢慢挖，它没有挖深哦，这边水冲会挖深哦。好，所以其实你要在溪里面挖个沟槽，其实也不用煮怪手，你就是稍微盘一下，啊，几天大雨来之后，就把你冲冲在这边了，哈，啊，这个洞，这个溪，这个冲了一个洞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比较深的地方，鱼就会容易过来这边居住，啊，所以我们大概用这样的技巧去营造我们的溪地，啊，所以这边好，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啊，它会往中间靠。中间靠，因为水到这边来说，它走不过去，这边还在走，所以靠中间靠，啊，这边靠拢就一方面就把水的力量把它削弱了，啊，一方面这边也营造一些弹，这个弹，我们讲弹区，就是让带着弹，啊，有些鱼就喜欢在弹里面活动，啊，我们这样就给它制造一个好像一个新的家一样，啊，所以它不会往旁边走，因为我们是，啊，这样的形状的。反过来讲，如果你排成这个形状的，啊，他走到这边的时候，这边还在走，啊，这边还在走，这边
这边走不到的，他只好往旁边移动。所以当你排成这个形状的时候，水后还要调整。这样排的话就这个岸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冲击了，可能慢慢就会从水上然后刮出来。也不是说不能这样排，当我们需要在这边做一些处理啊，你需要做一些比如说让它这边的沙子少一点，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把它一个这个把它做一个这个沙子的分离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哎，水其实在这河里面走，其实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啊。这也不是我们自己这样做，其实我们溪里面的河川啊，它是因为这样才会转去啊，因为里面有很多一些石头和地基，它让水的流的方式就会弯弯曲曲，不会说像水沟一样这样跑。OK， 那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讲，我今天跟各位讲代工啊，代工就像一个袋子的一个方法啊。代工这个名词大概是从日本过来的，我们这边要讲代工，我们或者讲落差工啊，落差工，那甚至讲库房工很多种啊。一般代工是指说它的落差不是很大，是很大的，不是像取水线这么高的地方啊。那这个代工有什么好处？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啊，它可以去营造一些里面的栖地环境啊。为什么要营造呢？因为可能是台风过去，把这河川石头弄得平平的，那当然我们可能可以靠自然力量让它哇。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帮我们的环境哈恢复的很快一点。我们河川也会引到这样的东西哦，待会可以看回来。上次来这边照了一些照片，就是这边自然的带风啊，就在这样的带风，它会在我们的范围造成很多不同的一个流放。其实我们现在之所以介绍这个方法，至少我们希望我们用一点点小的作为去引导这样的栖地让变形。然后稳定一点，然后用的材料就是石头，就是代工。大概他做的就是希望说，他营造一个好让水转弯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栖地环境能够多元一点。当然这种东西也不见得就是弄在全把它整个河把它拉起来，也可能只有单边就是我们讲的。大概大家都听过这种不是老方法，假如水堤坝工或者水势工啊，我们在放在练的话，它也是会造成一些水流的变化啊。它水到这边，你这边如果是堤岸的话啊，所以说是住家或者什么的话，你这边如果不挡一下，它的水流就导致冲突很大，甚至把里面都带走了。所以我觉得只要放一些带工，我们不妨堤坝工就可以把这水的方向做一些调整。所以讲，而不用说把这边盖很高的地方，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那这样子让水来转弯的话，它也可以让这边产生一些堆积，产生一些这个不同的形态。所以这是一个很应该是个蛮好的方法，就是日据时代其实就很多这种方法。现在很多留下来的东西是早期做的，现在台湾比较少做的东西。所以它这样子水到这边来之后，它遇到了。阻碍它会变得比较狭窄，这边流速会比较快，所以在这个坝头它会产生一个潭，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营造我们的一个栖地的一个作战池。那同样的，这边因为受到了一些阻碍，这边也会怎么样？会慢慢的产生一些细沙会堆积在这边，这边就产生一些新的一个沙底，慢慢植物也进来，动物进来。甚至跟旁边的这个交通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方式。好，这是我在日本拍的照片，他们用这个用的蛮多的。这个堤防很大，当然因为我们毕竟是小规模小型。它这个河川到这边之后，就是大转弯啊。如果你这边不做很高堤防的话，这边水一大你就淹过来了，这边可能全部都淹进去。所以他们日本人就在这边做了几个代工的一个系统，这里有第一个代工，第一个堤坝工，所以水到这边就开始转弯，转弯。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好像一个水隧道啊，它就产生一个好像一个手柜一样，去挡住这样子上来的水。所以这样的方式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就是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堤防的负荷啊，我们堤防就不用说看跟山一样高一样，就可以慢慢的去把这个水的力量做个分散。OK， 这是他们大水时候来的状况啊，水很大的时候一样，这边你看这边很平静，很平静啊，哦，所以我们将来怎么憋气，所以用这个方式啊，有些地方就不用盖这样的一个高，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生命跟自然力。好，那这是另外在我过去在三林溪做的一个情况啊，这里过去没有在做这个堤坝工的时候，这里常常冲坏。最强的冲坏，后来我做了一个堤坝工之后，它就相当稳定，也没有特别去用混凝土去盖什么堤坝，这就大概就水来这边之后就把水调走，然后后来整个山壁就很稳定啊，其实也很便宜，也很便宜，我大概只花了3天时间，跟几个工人就在这边把它做起来了啊。当然大家会问会不会坏，还是会坏，会坏我们就到事后再补一下，其实也不会很贵。所以其实我们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从地方来去想这个问题，待会我们可能下一个课委也会做一些详细的介绍。OK， 这也是在日本的案例，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其实很像我们丰南村那个大墙壁，有没有？好，这是日本，这个上面就是它的输水路，输水那个我们的农业灌溉水的水在上面。这里可以看，过去之前他这里做完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硬，非常硬，啊，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在上面，啊，所以是很枯燥。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些简单的这样子的小型的水施工堤坝工程，在这边砌了一些石头，啊，砌了石头之后它会抓住上面的沙子，啊，就在这边积，慢慢之后就打出一些啊植物出来。所以就变成整个环境就比较没有那么干净啊，这是后来的时候情况，可以发现差别很大，啊，差别很大。我们简简单单的一些小小的这样的调整，啊，就让它的这个水的水质的话就变得多样一点啊。之前这边就像一个大水沟一样，大水沟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些调整。OK， 啊，好。我们看看这边哪边有带工好不好？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自然河川，有没有带工？这里有没有看到？啊？对，那带工没有？带工长什么形状？还记得吗？刚刚讲的带什么？带工长什么形状？是有个火屋形，对不对？像彩虹形状，大家都记得，哦，像彩虹形状。这边有没有带工？是自然的，这不是人工做的。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啊，这里有个什么现象？你看看这边，啊，水流特别湍急，啊，特别湍急。它这里就像我们的濑一样，啊，这里溶氧就比较高，啊，而且这边那些石头都很稳定，也会产生塌呀什么的。所以很多鱼都喜欢在那边生活，啊，好像是它的客厅一样，去那边觅食和休息这样。啊，这是一个自然的带风。这边有没有带工？就是在我们五号桥附近的一个河岸，也是我们憋溪，有没有带工？有没有看到？啊，只是带着唱红歌。OK， 在这里啊，这边有个带工啊，它也自然形成的。它因为这个石头卡到这边，它石头扔下来之后，慢慢就开始稳定，形成一个带工。这个地方通常都是我们找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找的多。好，哦，接下来这个就明显了啊，哦，这个是人造的代沟，这个不是天然的，这是在日本的代沟啊，这个日本的代沟，这个明显了吧啊，哦，对，啊，这是人造的代沟啊，其实这个地方它经过整治之后，我们去看就跟它好像没整治一样，因为看不出来它是做完的，它就藏在里头。OK， 那现在跟各位讲完代工的形状，像彩虹一样，对不对？那他们的其实我们代工的材料其实也蛮原始的，都是石头，啊，石头。
那石头它的分成大概两种，就是天然石跟加工石啊。那这边有一些名词比较怪，无语菜啊，其实都是日本的名字啊。因为我们好像台湾没有这样的书去分石头的材料的这样的名称啊，我们暂时用日本的这个分法啊。天然石有无语菜、岩角啊、岩板啊、歌石啊，他们日本人很详细，我把石材料都把它分离，大概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一个是比较圆、比较没有切痕过的啊，一个是比较规矩的啊。这种的其实切得很密，我看到好像这边我们 B C 社区那边好像有一个墙是砌石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在有个墙壁有个台墙啊？我忘了是在，好像是在，就是在那个中国那对，好像他用砌，他就用这种比较很平整的石头砌上去的啊，是这种石头。那我们河里面大概这种石头很少了。哦，除非是那种松下的，大部分是用这种天然石，所以天然石其实很比较难砌，因为它比较没有卡的地方啊。OK， 我们用工具也很原始啊，其实好像回到原始一样啊，都是这个锤子啊，还有这个铲子啊，还有这个我们的铁锨啊，这刚好也有，待会儿跟大家讲啊，现在好像在讲古代的东西一样。哦，我们这个做这个砌石代工其实。的编组大概有就是一个怪手，因为我们石头有的颗粒都很大，好几吨，我们带没办法，怎么办？我们需要个怪手。大家看一下，是日本的他们的怪手是用夹的，用夹的，夹的比较好调整石头。我们台湾用这种夹的比较少，我找不到。对，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挖耳机，没有看到，去挖耳的基础。另外就是他们讲石工啊。石工就是我们讲的筛箍啊，其实石头怎么放哈，其实并不是放的形状就好了，它是有没有办法的啊。我们需要一些老师傅去教我们，特别是以前哈，就是有砌过石头的老师傅啊。那这种台湾现在目前留下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其实这边这个砌石代工其实也不是之前没做过，之前台湾也做了很多，但是很多都中断了啊，大概就是少了这种师傅啊，只是摆样子啊，所以。还是到最后还是被冲坏。那刚开始我们做，大概就需要把它的，把我们要做的要先做个整理一下，这两边做整理一下啊。你要把你的石头啊，我们刚开始会选三个大石头当做它的主要的那个主角，三个主角，你看主角它写主嘛啊，主是代表主力石啊，有力气的石头，主力石。这个水过来就点了第一个叫主力石，再来就是啊、第二大副力石，再来第三大啊。我们先选三个大石头，那怎么选？看你的水流速度去选啊。好、啊，大概直径一公尺的，大概可以一套大概流速大概每秒差不多九公尺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好、啊，那直径大概50公分，大概一套大概每秒4公尺这样的速度，单颗的啊，单颗的。大家有在溪里面走过？在溪里面走过举手。有不在溪里面走过的，还是只有探过溪？我们在溪里面走哈，你放一下，大概每一条2公尺就站不住了，啊，你在每秒2公尺的水大概都站不住，大概很多就有冲倒了，所以就知道这个石头大概要很大才行，啊，所以大概最少要50公分的大小，50公分的大概原石或方石才能够当这个主力石，才能抵抗我们台风来或者是大洪水来的。所以这时候要很大，啊、哦，要很大。那再来就是这三颗是干嘛？就主要我们把那个弧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角度做出来，就是这三颗，主力石、副力石、铜力石，啊、哦，这三颗。好、哦，那刚开始我们就会雇佣怪手去把我们这个要的做的地方把它挖出来，啊、哦，这是在台北做的，台北做的一个案子，啊、哦，把它挖出来，然后去放我们的主力石，石头都很大，你看，啊、哦，这石头够大的吧？直径大概超过1公尺啊、哦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讲石工，他是日本来的，那时候从日本来的一个做石头的师傅啊，啊、哦，他就指导我们去怎么样去放这个石头，它的角度、它的一个位置啊，去放起来，啊、哦，然后我们石头放下来之后，回到刚才我第一张照，第一张幻灯片，是不是不是有给它轮子吗？对不对？为什么要轮子？啊、哦，就是让它比较自然，行。
放心上一半，要不倒半一下。好，这个石头是干嘛？就让它垫到下面比较稳定一点。好，我们石头放过来要把它垫一下。好，那为什么这个垫得比较高？刚才我讲过，三记得。为什么垫得比较高？对，我们大概希望它有15度的倾斜，所以后面垫得比较高。这个石头会把这个大的石头的力量传递到我们河床基础上面去，就比较稳定。好，就比较稳定。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然后这边是可以看哦，这边是土下的。我们可能露出来这样子，这边是埋在底下，是为什么？我们也知道他们的那个河床会被挖掘，所以我们要必须两个这个深度。所以这个石头可能不止一层哦，可能好几层哦，看你用的石头。比如说我现场找不到那么大石头，就2个50公分的再提供石头，这样的方式去把它砌起来。OK， 那石头是三个学好主角，三个主角，啊，主历史，啊，副历史，同历史，历史力量力，这三个学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摆设高。一般我们大概主历史的高度会比较高一点，啊，再来就是副历史，同历史，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可以选一样高就好，为什么要选不一样高？其实也是想你和自然的河川里面的石头，很早石头都够。放水，当你每土地里面都有等级，我们希望它能够多变一点，啊，所以它这样的话，这边就变成说，它的水路主要从这边过来，就比较高嘛，啊，这边小一点，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水的方向就调整，所以我们一般大概会选不一样大的石头，啊，三个大石头当做它主要的一个结构。OK， 啊，这就是我们大概详细的部分啊，的侧面点啊，这样石头就比较站得稳。那这是完成大概一个构造的，大家再回想，就是一个为彩虹标志哈，彩虹标志。我们先把三个石头先摆好之后，中间这些东西叫什么石？哦，轮石啊，这大概日本翻译过来的，就是放在主力石之间的轮石，把它接起来啊，这样就会把我们的大概构造去做个描述。大家请注意看，我们这个石头的排法啊，并不是把它排出一个形状而已，我们希望它的力量能够传达。所以你可以看它是每个地方的结合处啊，这个轮子结合处在这里啊，啊，它这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它的心啊，对在一起的，这样力量排起来，最后传到我们旁边两边这个基础上面去，还站得稳啊。因为主要是这个一被挤压之后啊，它这如果再活化，可能就坏掉。所以这个结构基础，所以历史就是表示说最好不要动得小。那这些石头，剩下一些小石头，我们叫喂石，它喂它收起来喂石，我们就是把它做好之后，要倒的时候把它塞进来，把它喂得很圆满。OK，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调整，怎么样去调整它的一个方向位置？通过这老师傅在这里啊，左右有一点，其实我都听他的。好，那到最后我们也是可以靠一些工具去调整的。因为这个石头其实都不是那么乖，要慢慢去调它。OK， 那这个是当中请的一个日本的一个等于是砌石师傅哈，他们叫做古式土佐机哈。土佐是日本的地名啊，知道是哪地方？啊，土佐是在日本的四国，他们甚至把这种砌法哈，去把它保留下来，叫土佐机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实在是蛮认真的，这个是跟他学习啊。这个当初这个先生来大概也快70岁，年纪很大啊。然后最后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石缝的填隙，把它这个石再把它再密一点，这样石头才会站得稳。OK， 好，就把它做一个，甚至把它然后把它敲起进去。OK， 都完成之后，我们就大概我们能做的做完了，剩下就靠大自然力量。这自然水密啊，我们做好之后嘞，大概摆好之后，我们剩下的就交给河川去处理了，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再去帮他什么忙，剩下就让水去冲，水一冲的时候，他就慢慢把这缝慢慢怎么样再住，你看它是缝水的话，它没办法做一些怎么讲，没办法做一些阻隔，它水都这样子过去，慢慢流过去，流过来之后，它的沙子就慢慢把它缝。
感觉就像你牙齿一样，把牙齿缝塞满的时候，它慢慢就开始产生一些变化喽，啊，就产生一些好像这边有一些小蓄水，然后水带流过来就产生一些痰在这里，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这边石头也开始长新开了，所以它开始就提供一些鱼类的食物在这边。后来我在这边调查，它鱼就比以前多很多。那这是我们好几年前，你看2003年，十年前了，直接过得很快啊。那时候在牡丹国小旁边有一个库房，我们这边坏掉了，整个都挖空了嘛，啊，我们就利用这机会把它拆掉，哦，改成一个我们的一个气质的库房。那时候大概花了3天的时间把它完成啊，我这边可以看见当初的一个做的就业情况。啊，这是把石头这样的，这个做法第一层，再做第二层的，这边是它的一个它的电池，因为我们的这个地方规模大，啊，每个石头都选择很大，啊，调过来之后，它师傅就会让我们去分它的方向，啊，可以看它这个是，它这个也是这样斜的，啊，这样斜的，所以石头是这样放。我是想将来说不定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有些坏掉的这个库房，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其实做这个蛮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第一个这石头很重，那当初这边就是很多断裂，所以我们其实当初也是蛮担心打到旁边这个国宝，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在在选石头。跟那种队伍。我们在做之前，我们先把石头大概都放到附近了，到后面选一些石，到师傅的要求选一些石头放到附近，我们就是这样，当场就是这样取材料，然后就是去的。啊，这边方向不好，他就叫我们再转个方向再放一次，所以就是这样的。大概在10年前，我们在牡丹溪做的一个案子，不过那时候水保局给我们钱了。旁边就这边的就是日本请来的师傅哈，小松总一。这个案子是不用那时候来台湾指导，他先做好了设计图，我就开始做了。OK， 我们这就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哈。因为我想待会儿还请大家来实际来玩一下石头。OK， 好，同样这样用这个方法，其实我在有些河我也想试一些，但是我规模没那么大，因为第一个也怕湿化，第二个也怕这个当地民众可能会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扰动，会不甘心。我那时候试了一个规模比较小，我那时候做了几个简单的浅的。然后代工1个、2个、3个，连续代工，让它的水能够做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施工前跟施工后，其实发现生物量其实改变蛮大的。这边施工前的生物量大概怎么样？施工后我们可以发现整个数量都有大幅增加。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的确能够在，就是特别是在一些河川的一些富裕方面，可以让我们。生物的这个回来的机制会快很多，快很多，而且也蛮简单的。OK， 好，接下来跟大家找看，这边哪边有代沟？啊？哪边有代沟？哎，桌子是哪代沟？哎，我刚刚很老的。哦，这边有个代沟，对不对？啊、哦，在哪边？对，这是我在3零7做的，在3零7在南投那边3零7这个工3零7游乐区嘛，在那边做的。
好，那时候我就做了两个壶。其实这个方法可以，你去观察自然现象，不见得就是要设计干盖，可以按照它的水性去做排列。这个像什么？这个带光像什么？不对呀、啊，没错，我那时候就想说设计麦当劳给鱼啊。他来这边吃东西，好，对，不用钱的，对，那时候想设计一个麦当劳给他，这过了几年之后，他就慢慢看不出来是人工的痕迹了，就蛮自然的。OK， 好，这个河段是淡水的上游河段，你可以看，这不是我做的啊，这是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我们的远景嘛，我们这边有一个工程设施站。在保护个案，这边也没有各种不同的水量的变化，那这边有人居住，这边也是很好的一个缓坡地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将来也能够在边溪去尽量的去融合这样各种不同的这样的去让我们这个环境更自然。这边也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它这个潭区的嘛，这个潭在这里啊，这边它的滥区啊，这边它的缓流区啊，所以我们这种就会去选择它想要的。这个环境去生存，这样其实你不用太管它，大概生态都非常大，非常大。OK， 好，那就是这是什么生物？刚才我们那种讲过了，大家记得啊？这个什么生物？对呀、啊，好漂亮的名字啊！这是上次来开到的，很乖，很乖。OK， 好，那现在我还有时间，我就带一些。石头没带什么礼物，带石头。待会可以请各位上来试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实际上没办法找那么大的石头给大家试了，就找一些小石头试一试，好不好？好。还能开多少时间啊？3分钟啊。我们请那个赖总上来试一下，我就，对啊，赖总上老师上来。我刚刚讲的优绿大对不对？好，新选三个大对不对？好，首先要找个河段，找个河段，看你要多少尺寸。我们先把弧形先拉出来正视。哎，这样不对呀、啊，这对吗？找三个大，然后正视。好，我们主力尺要什么？要最大的一颗，对不对？那水从那边流过来，屁股对不对？对对对，那你这个后面黑位置上稍微高一点，稍微高一点，把空间拉出来，好不好 ？OK， 好，然后你再把它做个调整，它的高度啊，怎么调整呢？对，你要找个石头垫，假设是怪石头啊，事实上石头大概比较大多啊，那垫的更摇晃的话，要垫的稳一点啊。对，他蛮聪明，用三个来顶啊。不过你这行前面高了，应该大一点。啊？冲走是不是？哦，水当然会冲走。如果你抬的石头太小，或者抬的位置不对，它就冲走。没错。冲走的快和慢就是功力嘛。OK， 好，那太假了啊！这个假的好，好不好？我们再找轮石，好不好？轮石，各位啊，哇，不太够，刚刚，好了，那细单边好了，时间不太够。OK， 好，然后后来我们都用在拿塞石头在这里，啊，把它塞稳一点，塞稳一点，这里轮石一样，这边把它垫高。好，谢谢戴总。那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只砌单边哈，大概就这个形状。但是不能太拱的话，它力量很一下就掉。你要让力传到旁边一下啊。那有些人砌这个都是砌形状，就砌个很漂亮的形状，那就不对了。要记得它的力量要传达到。OK， 那我就先到这里好了。好，谢谢大家，谢谢。